公元1559年，朝廷官员潘允端为奉养玉月父亲建造玉园，可惜由于工程浩大未及竣工，潘父就离世了。玉园有五处龙墙，颇具气势，其风格迥异于其他江南园林，但在私家园林中出现龙的元素当属于之，按律要灭九族。潘允端因此被人告发，据传他急中生智，将墙上的龙爪去掉了两个，并对赶来的官差解释，此为三爪之蟒，并非龙身，这才逃过一劫。古典园林独具匠心，承载着珍贵的历史文化内涵，储存着密集的思想科学信息，这一切都构成了精美建筑的言外之意。苏州四大名园中，沧浪亭为宋园代表，拙政园与留园分别代表明清园林，而代表元代风格的狮子林距今已有650多年历史。狮子林最初是为方便高僧天如禅师来苏州讲经所建。1373年，73岁的大书画家倪瓒在其去世前一年来到苏州，绘有《狮子林图》。倪瓒图中的质朴小园，如今已是假山繁复，楼台林立。乾隆为狮子林题写的一块真趣匾，据说最初为真有趣，随行人员觉得不妥，连忙委婉请求将中间的有字赐给自己。乾隆知其善意，便顺水推舟去掉了有字。历史上狮子林多次易主，1917年被上海颜料巨商贝润生买下，1953年，贝氏后人将狮子林捐给了国家。世界著名建筑师贝聿铭先生，少年时代和堂兄弟们在苏州狮子林玩耍的场景，让他记忆深刻。他说，我在中国度过了吸收能力最强的少年时代，因此有种中国性深深地留在我的身上。王献臣去世后，园子被他的儿子一场豪赌输给了别人。在此后的400多年间，拙政园相继易手30多姓园主，期间数不尽的文人墨客曾流连于此。
清初屡陷时局漩涡的苏州诗人钱谦益就曾暂离纷争，携济世夫人才女柳如是寓居拙政园中。康熙年间，拙政园的一部分被曹雪芹的祖父实为苏州织造的曹寅所购得。在他升任江宁织造之后，由其七兄李旭继任苏州织造。有学者据此认为，曹雪芹《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有拙政园的影子。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留园与拙政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中国四大名园。留园内建筑的数量为苏州园林之最，其空间布局充分体现了造园家的卓越智慧。园内的灌云峰为太湖石中的绝品，为了充分展示灌云峰之美，留园最后的园主晚清政商名流盛康盛宣怀父子不惜花重金挖幻云沼，造灌云亭作为衬托，又放置秀云、瑞云二峰与之相伴，起名留园三峰，成为园中最亮丽的风景。无锡寄畅园又名秦园，是因为明正德年间著名词人秦观的后裔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的秦金购得惠山寺僧舍，扩建成凤谷山庄。无锡秦氏家族为江南望族，人才辈出。秦金后裔秦耀解职回籍，取王羲之寄畅山水阴诗意，改凤谷山庄为寄畅园，抒发抑郁不平之气。清朝初年，经当时造园名家张宾士之手改建成为江南名园。清康熙、乾隆南巡，每次必到此园。乾隆命人绘制寄畅园图带回北京，在颐和园内仿建而成惠山园，也即后来的谐趣园。江南朱明胜为惠山秦园最古，寄畅园一时鼎盛无双。宏约深美的大型园林让人流连，文人小筑则为江南文脉输入着更多的气韵与内涵。明代文学家归有光，江苏昆山人士，散文不是雕饰，恬是自然，被时人赞为京之欧阳修。归有光久困科场，60岁时方中进士，生命里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一个很小的私宅巷脊轩中度过。他的大部分作品也都完成于这里。巷脊轩，旧南格子也，市锦方丈，可容一人居。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山山可爱。巷脊轩小小洞天，盛放着归有光所有美好的记忆，其文笔细腻，读来悱恻动人。巷脊轩弹丸之地，就其园林成就微不足道。
但在古代文学史上却占有重要一席。纳须弥鱼芥子是江南古典园林的重要美学贡献。芥子就是菜籽、草籽，常用来比喻微小之物。须弥山则为印度神话中耸入云天的高山。芥子至小至微，须弥至大至伟。世间万物聚细相融、互为转化的道理，被江南园林建造师很好地加以汲取。清代才子李渔干脆将江宁的园子直接命名为芥子园。李渔科举失意，仕途无望，没有固定收入。芥子园建成后，李渔便组建了一个戏班，亲写剧本，演出盈利。他又开芥子园书铺，印卖四大奇书。因其装帧印刷精美，芥子园成为清代出版业的著名品牌。其中芥子园画谱足以名世，足以授世，更是为世人学画之必备。芥子园大小不及三亩，但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真正体现了芥子须弥的深厚内涵。苏州、扬州都有湖园，苏州的畅园、残丽园等空间都极为狭促，但又曲尽匠心，小中见大，体现了中国文人足不出户而胡天自春的审美理想，堪称中国古典园林极为精致的小品。公元1749年，江南才子袁枚辞官养母，在江宁注释定居，购入随氏废园，取其谐音名为随园，世称随园先生。袁枚造屋开池，养鱼种花，不设围墙，任人来看四时花。袁枚将园林的经济价值最大化，他将田地、山林、池塘分租给十几户人家，仅租金一项已是可观。经营随园成为袁枚人生最为得意的一笔。他又在园内写书、刻印，都极为畅销。袁枚在其《随园诗话》中说：“雪芹传《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鱼之随园也。”关于大观园的原型，学界争议颇多，应是多个江南园林的交互叠印，也不乏对北方皇家园林的元素借鉴。曹雪芹用文字精心雕琢的这座大观园，早已超越了普通园林的概念，堪称中国古典文化中最为璀璨的一座纸上园林。一曲《牡丹亭》因游园而起，杜丽娘与柳梦梅生生死死的爱情故事，迸发出强烈耀眼的人性光彩。园林学家陈从周先生曾提出，学园林的人也应该学一点昆曲。同样，
学昆曲的人也应该研究一点园林。所谓曲师知园，园师懂曲，这是因为园境与曲境有着相通的意趣与理趣。位于苏州同里的退思园，其西宅东园式的横向布局在苏州园林中独具一格。园中的走马楼、东西双重廊的设计堪称江南之冠。清光绪年间，官员任兰生因遭弹劾，落职回乡，费银十万建造此园。原名取自《左传》的“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但退思隐居的生活仅仅过了两年多，任兰生便被复职，受命奔赴皖北抗洪第一线，不慎从马上摔下来，终年51岁。他的一生可谓真切地诠释了穷则独善，达则兼济的士林情怀。江南园林之精美，得自于造园师们的匠心。明代工匠为世袭，不得脱籍。在永乐年间，就有一大批手艺精湛的江南工匠随明成祖朱棣迁往北京，参与了紫禁城的设计建造。其中苏州吴县的蒯祥、戴成父子成为木工手，作为宫廷正门的承天门，主要设计者就是蒯祥。蒯祥深得明帝赏识，被誉为蒯鲁班。承天门后经多次修缮，成为今天的天安门。蒯祥是传统营造工艺香山帮的鼻祖，以香山帮为代表的一大批江南工匠活跃于天南地北，推动了江南园林的南风北渐。任何一个园林都对南方的园林呢，都有部分的或者是整体上结构上的一些模仿，或多或少的都有啊。我们拿颐和园来说，颐和园呢，它的整个的昆明湖是模仿咱们杭州的西湖啊。颐和园后面的后山的谐趣园啊，模仿咱们无锡的寄畅园啊。拿避暑山庄来说，避暑山庄有文园狮子林的模仿苏州的狮子林啊，非常非常多，北海也有啊，都有。所以说呢，等于说江南的园林呢，在某些方面呢，对北方的园林呢，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园林的南风北渐，与当初进士南渡、士族南迁形成的北风南渐，形成一种奇妙的对应与反哺。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也正是在这种融合互补中，共同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明清造园巅峰催生出我国第一部园林艺术专著，继承所著《园野》。苏州人继承能诗善画，他主持建造的园林提出的虽由人作，晚自天开，被造园师奉为古典园林建造之圭臬。原野后来传入日本，对日本园林启示颇多。张南元，清初驰名南北的造园大师，四个儿子皆成父业，所住之园遍布江南。四子张然更是在京城大显身手，成为康熙年间的皇家总园林师。北京的畅春园、静明园、
中南海瀛台的规划设计和造园叠山都出自张然之手。清代康乾年间，由于传教士将中国文化传播至欧洲，江南园林和丝绸茶叶一样受到热烈追捧，贵族竞相仿造。如建造于普鲁士无忧宫中的中国茶亭，还有建筑家钱伯斯为英国王太后设计建造的秋园塔等。江南古典园林在欧洲大地上散发着温润典雅的东方意韵。1978年，中国第一个整体园林出口项目启动，设计师们以苏州网师园中的小院殿春怡为蓝本，建造了一个中式古典庭院明轩。1980年，明轩被移至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引起一时轰动。1986年，纽约市在斯坦顿岛植物园内以苏州园林退思园为蓝本，建造了一座3800多平方英尺的江南庭园，取名退思庄。江南古典园林再次惊艳了世界。到现在为止，大概连明轩在内，现在已经是它的这个在国外的这个建造的中国式的园林啊，已经分布了5大洲都有了。一讲起建筑城市跟园林，西方就是佩服中国的园林，因为这个园林是我们全世界里面的园林系统里面独特性的园林。今天很多江南园林，包括是苏州园林，包括是杭州的这个公共园林西湖，那么都已经成为世界遗产。世界遗产成为世界遗产，就意味着国际上都认可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价值是超越国界的。不离轩塘而共旅闲旷之寓，不出城市而共获山林之性。1997年，以拙政园、网师园、留园、环秀山庄为代表，苏州古典园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0年，易圃、偶园、沧浪亭、狮子林和退思园5座园林作为苏州古典园林的扩展项目，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江南园林已成为一个标志性的艺术符号，承载着江南文化的精美诗意，向世界彰显着中华文明的勃勃生机。